呢期經常有啲人咧，即係我評論區度咧講創業啊，話我少啲人創業咧係唔啱嘅。咁今日就嚟講下創業。唔知大家創過業未啊？唔係抖音上面嗰只創業啊，我創過四次啊，嗨咗三次半，剩低半次咧仲挺住啊，等緊老細咧睇幾時開恩嘅啫嚇。啊，網上邊咧求其搜咗下啊，創業嘅成功率咧係5%至10%。啊，正能量啲嚟講咧就係有5個人或者10個人咧係成功咗嘅。但用人話嚟講就係咧，上100個死咗95個。咁幸運呢啲嘢咧，會唔會咁好彩咧？揼落自己嘅頭度啊！嗱，呢啲講嘅創業咧，做開間公司仔啊，或者街邊開個檔口啊，唔使倒貼嘅，仲有錢賺嗰只，可以買車買樓娶老婆嗰只啊！如果玩到馬雲啊嗰只咁嘅創業咧，成功率咧再低100倍啦。咁啊，萬一成功咗咧，係好爽嘅啊！但唔成功咧，冇乜嘢嘅，開啲送外賣，重新嚟過咯，唔會死嘅。但有啲創業唔成功咧，係會死嘅。嗱，呢類型嘅創業咧，中國幾千年嘅歷史咧，真正成功嘅咧有幾多個啊？啊，從夏朝開始計啊，夏商周啊，周朝就唔分咩西周、東周啊、戰國啊、春秋啊嗰啲咩嘢啦。夏商周、秦、漢、晉、隋朝、唐等咁樣啊。你話總共有幾多個啊？連埋什麼五代十國啊、南北朝啊、自己封自己嗰啲啊，有幾多咧？有啲咧係自己創業成功嘅，例如唐朝嘅李家啊，有啲係跟大佬創業，自己後尾啊頂上嘅，例如劉邦啊、朱元璋啊咁樣。但啲背景咧，一唔係就富二代啊、富 N 代啊咁樣，一唔係咧就某個地方嘅話事人啊，有兵權嘅。二打六一開始唔傍大腿嘅啊，最尾咧就要掂咗嘅，我一個都諗唔到。唔知有冇朋友咧會舉手話孫中山咁樣啊？日本仔嘅黑龍會咧支持佢嗰啲咧就唔講啦啊，講翻華人啊。好耐之前呢，我有條片呢講到共濟會呢係點樣企圖制度動亂啊，顛覆呢個世界啊，滅絕除白人之外嘅所有人種啊，將全世界嘅人口呢降到5億人嘅。感興趣嘅朋友呢可以拉返嚟睇嘅。共濟會嘅英文呢叫 Freemasonry， 而撐國父嘅紅門呢英文呢叫 Chinese Freemasons。有冇關係呢？係咪同一個系統嘅呢？之前我以為係嘅，但查咗查啊，以前華人呢喺我國嘅地位呢比較低。而西人共濟會咧，全部都係啲精英嚟嘅，所以出面嘅紅門咧就將英文名咧叫做 Chinese Freemasons， 可能當時有少少傍大款嘅咁嘅意思啦嚇，唔想俾啲西人睇唔起嘅，先改個咁嘅英文名。但其實兩班人咧係冇關係嘅，講多咗啲題外話嚇。所以嗰種創業咧一定要有人射住嘅，跟呢班友創業咧先有機會成功嘅，咪先就陳勝唔講嗰只嚇，生活得個勇字死咗唔知咩事。喺啲人有創業咧，肯定要招兵買馬嘅嚇，咁啱揾到你。咁當然啦，洗腦嘅工作啊不能少嘅啊。其實洗腦咧就想減工資啊，講到天花龍鳳啊，信念幾咁崇高啊，解放全人類啊，征服全宇宙都好啦，就係想減工資。只要你工作經驗咧超過5年，一定明我講咩噶。所以古代啊，打上莊前面嗰啲咧，好幾個係30歲以上嘅。如果工資開得高嘅，例如北京1000，成都500，可以考慮一下嘅啊。1000蚊一日咧，都跑得住而家俄羅斯打仗嗰啲噶啦。但廣州先得2嚿啊，杭州仲陰公八草，簡直就屈辱啦嚇！馬雲聽到都嘔血嘅。而家杭州班友咧係咁喺度笑啊，唔係笑佢哋去搞事啊，係笑佢哋睇唔起杭州啊！咁你有班友幾黑啊？咁嘅人都跟你話真心創業嘅，信念又崇高嘅，錢又到位嘅，最緊要咧知道後面條水喉大唔大啊，泵水豪唔豪啊？咁跟佢上咧就講得過去嘅。萬一真係成功咗咧，咁咪幾百億身家啦，好似跟阿馬雲嗰啲咁啊！但啲創業嘅人咧，你一眼就知佢唔靠譜嘅，窮到窿啊！全世界都 A3 紙嘅，點會窮到得 A4 紙啊？繁體字咧都筆畫又多啊，畫兩畫咧張紙就寫滿咗噶啦，問攞張新嘅冇啦，咁你跟條鐵啊！就算你好認同佢嘅信念啊，話君子不為財，只為自由來啊，但都用自己嘅腦嚟諗下噶。呢班友咧唔係有心創業嘅，係嚟搞亂個市場嘅，令到大家創唔到業，揾唔到食嘅，乘機掠水嘅。80蚊啊，大佬啊！我杭州嘅朋友興到爆啊！佢話太看不起我們杭州人啦。不過有啲熱血嘅朋友仔咧，仲唔理解啊？點解嚟搞亂我哋嘅？人哋嚟幫我哋嘅。嗱，我隨便舉個例啊。我提前沽空你間公司嘅股票，然後咧派啲壞人咧入你個鋪頭度、廠房度咧就放火咁樣嘅。咁一邊放火一邊嗌，咩老細咧平時好撲街嘅，管理混亂啊，壓榨員工，翻工唔俾人講嘢。你員工聽完之後咧，覺得係喎。唔收錢不單止咧，仲幫手加碳開風扇添，搞到你間公司啊經營唔到、生產唔到，股票又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然後咧就到咗某個低位咧，
我揸貨平倉啊，索咗大把錢咁啊走佬。最屘你間公司剩低啲乜啦？嗱，公司破產啦，幫手封線嗰啲咩員工，冇話年終獎啊，仲有冇糧出先？人哋叫口號咧，話嚟幫你啊，你冇自由，我幫你爭取。嗱，創業其實咧就是一個搶資源嘅過程啊。呢個世界資源咧就係咁多噶啦，大家都去搶啊，大家都去爭。但你同你老婆嘈交，屋企立立咁亂，冇精力同人搶，咁你收得皮。但你以為咧人哋真係為你好啊，叫曬口號咧嚟幫你，其實咧就係想搞到你家財屋弊，冇精力同佢爭啊。呢個世界咧，除咗屋企人，即係冇乜人咧係真心想幫你嘅。所以有信念咧都要睇大佬噶。如果美國最勁嗰個艦隊啊，第三艦隊個司令咧話要起義推翻美國咧，即係自己有推翻自己有啊，身份正統。咁呢啲咧可以考慮跟下，有錢有糧，有槍有炮有子彈，有機會噶。啊，其他嘅埋嚟，你一二三三九咧仲使講嘢嘅，50万啊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。但係咧，維蘭你嗰啲小人物咧，我唔反對集結去圍佢嘅，但行出街咯喎。可能有朋友咧仲繼續話冇佢哋啊，廣州邊有咁快開到堂食啦？嗱，呢啲咧我就唔多了解啦。但天光出太陽，咁都係因為雞叫。嗱，我唔反對創業噶，但學我哋以前搞互聯網嗰陣話齋咧，睇下咩賽道，睇下咩金主咯。一嚟就話年收入會過萬億嘅，未埋單好走人啊，分分鐘要你埋單啊。下次見，拜拜。